刚才那个成熟稳重那哥们儿，你是谁的？兄弟，你在吗？谁啊？就是说话，挺成熟稳重那个。四楼的吧？我看看他长啥样。二楼的。就刚才兄弟那个，就我给你快速克隆。二楼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我看看你长什么样。你声音太磁性了。温柔带着性感。过奖。兄弟，你们谁用的角色是女的？有人角色是女的吗？怎么了？你是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想干什么、啊？他应该有这个大胆的想法。我想干点别的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说。我想干你。